这种小孩子特别聪明，知道吗？婚前偷生了，特别聪明。这些他们搞不好有善根，没善根他也来不了嘛，对不对？有善根才会来。来了以后，那些胎儿有些菩萨就会引导，哦，有这种地方，那我引导这个未婚妈妈，我要投胎在那边。然后他把我生下来，然后就放他出去，对不对？他菩萨就会引导啊，所以叫开一个啊，所以我们有那个福报，好不好啊？老人的地方住，他去给世界为敬，对不对？少年有所在去，要发愿嘛。现在没有福报，要发愿嘛，一直累积累积，哪一天就有福报了啊？再来。请问师父，可不可以开设信用卡捐款，让我们来不及带钱领钱来的人用信用卡布施？当然可以啊，我们好像已经有了嘛，是吧？信用卡。再来，如何才能够让佛教的法会像基督教的教会这么快乐？难道我们不快乐吗？我们时时放生很快乐啊，当然这不够，下回最好唱歌跳舞。度另外一种人，啊，所以希望有那种菩萨，对不对？那种，但是我认为这个角色比较适合在家人做啊，在家人法会啊，就唱佛歌啊，这样啊。只是我们现在真的太忙了，要放生、甘露施食，要供佛供习，甘不够用，所以以后最好两天啊，一天唱歌跳舞，对不对？啊，讲笑话，电视台可以做了。希望如此，唱圣歌在讨论佛法。我现在不是没有在做，是偶尔做做，带团出国了，事实上我出国是我休息的时间，我就可以在车上乱想，不用讲话，回到房间看佛经打坐，因为在国外弘法的机会不多嘛，但是在台湾可怜哦，咱没讲到十二点半中道哥直直讲，讲讲讲讲讲讲唔走，我就佫讲，讲完就来个继续讲，我没办法了，给你们先念念经，我休息休息，休息干写皈依证，但是很充实啊，但是尽力而为。所以外面人会说笑，外面人会笑说我们太严肃，对不对？对，天主教。医院门诊晚上都有平安晚安曲，安定人心，心痛苦无助。你认为呢？无力无力，欢迎你来做，对不对？工作不能在我们身上，那是各位你比较接近社会，你可以把社会的方法。我就是怕我这样退化，所以我会经常去跑，去学。我不管做什么，我都会去问，哎，这个卖多少钱？那个怎么做？喇叭怎么吹？口琴怎么办？因为我都会问。书里面问这个钱面出，我也不买啊。我要知道他的品质，他怎么做的，薪水多少，这个车子多少钱，怎么开的，性能差在哪里，对不对？因为每样东西你都要了解，了解你才不会退化。那你跟年轻人讲话，你才有讲话的内容嘛。同这个，因为万法都是佛法，你只要会应用，哪一个方法离开缘起性空呢？每一个方法都是因果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把每一个东西都搞懂，搞懂以后来活用佛法，这一点很重要啊。所以各位，你要度年轻人很重要。像我碰到年轻人，有没有女朋友啊？我就问这个。哎，哇，这衣服好帅啊！你这个头发好像佛陀，会卷哦。但是你一定要讲他喜欢的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你眼睛好漂亮哦！啊，对，他喜欢了，因为年轻人很重外表啊。然后谈一谈感情的问题啊，有时候谈到他爸爸妈妈会哭啊，爸爸骂他，所以你要慢慢慢慢。所以我想各位叫爱语，爱语就是你要跟他坐下来讲话，帮助他，送他东西，做个好的示范给他看，然后呢，跟他在一起。不要离开他，同事引导他，因为我们坐在台上的人比较没这个机会啊。
但是各位 你平常接触很多人就有这个机会，像我昨天去龙山寺大受欢迎，对哦，原来龙山寺的老菩萨大家也看生命电视台啊，我早上问我，我敢不敢问你，你敢是电视那个我对啦，哎呦红包就拿出来了啊，因为我经常去龙山寺拜拜，因为龙山寺的观音菩萨灵不灵感，我跟你讲都坐在那里，我跟你讲真的，有些佛像上面没有佛菩萨没在那边，有些神像神不在那边，但是龙山寺的观音菩萨天天上班，所以你有事要跟他讲，龙山寺的观音菩萨不可思议啊，我都会在那边祈祷啊，跟着拜啊啊，只是我因为我这种身份人家麻烦了，被认出来啊，但是我还是会拜，管他认就认嘛，反正姻缘嘛啊，拜观音菩萨，后面华陀仙翁、月下老人问嘛，拜就过了，最兴旺的就是华陀仙翁跟月下老人嘛，破病的这边，淡落来的这边，我在那边拜不是祈求什么谈恋爱，愿你们找到好的对象啊，对不对，愿月老加持牵线啊，牵到假财那种的啊，你来龙山寺嘛，对不对，愿诸生难量加持啊，升到一个胎里树的菩萨 啊，所以我一个一个我都要去祈愿 啊，我先去行天宫啊，行天宫认识我们的也很多，对不对，行天宫啊，关圣帝君啊，祈求啊，其实我去行天宫只有想要做一件事情，门口那个油饭实在很好吃我对十块吃到十五块，十五块吃到二十块，现在已经二五块了这去就跟他想这样而已哇，实在好吃、所以那时候已经习惯了，但是我一定要去拜拜关圣帝君，打打招呼，对不对、就拍摄宝贝了但是我看到人家的宝贝，龙山寺的杯还做的那么软塑胶，所以落落被杀在乱跳，还不要大声，这要开发，这要专利但是你要去学哦，龙山寺，我经常观想，如果我们法言寺像龙山寺就好了。那法言寺平常时也无人，足奇怪。咱佛祖敢袂准呢？敢无比观想观想地宫较来吗？问题是大家无信心嘛，对不对？各位，我们这个佛没有观圣帝君有加持吗？当然有啊，问题是我们没信心啊，我们从来不会认为佛坐在这边啊，但是我们认为关圣帝君坐在那边啊，大家很虔诚啊。各位道德，阿弥陀佛，佛法也不是光打坐研究，这是基本，重点呢是要去实践。那虽然我们大家很喜欢放生，把鱼哦放到大海，好快乐，但是还有更重要的工作，那些要被屠杀的众生，我们要救啊，比如说牛啊、羊啊、猪啊、鸡啊，那救来怎么办？那所以我们要成立护生园区，要有土地，要找很多人，又要建筑，所以希望各位呢不断的关心这些。中华护生协会就一直在推广这些，在台湾将近20个地方，大大小小的土地水池，养了这么多我们的父母众生。虽然它的外表是牛啊、是猪啊、是鸡啊，但是他们也是我们的父母。更重要的，我们4个护生园区是专门养狗的。至少有3000多只的流浪狗，但是各位，流浪狗啊更需要大家关心，所以希望各位多赚一点钱，多护持护生园区，多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多救这一些即将被屠杀的流浪狗。阿弥陀佛。护持账号500016766，500016766，户名台湾救狗协会。有一天梦会醒。生命点是高雄慈悲道场举办八关斋戒法会，恭请湛池法师主法，日期7月28号星期日上午8点半，地点高雄慈悲道场，地址高雄市左营区中原路189号地下1楼，下午2点半公庙赞经，地点美浓天后宫，地址美浓区民农里永安路269巷1号，联络电话
07-556-9911 07-556-9911，到场于下午一点被专车前往。生命点是板桥悲愿讲堂举办礼拜慈悲三昧水忏，恭请湛愿法师领众。日期8月4号星期日上午8点半，地点板桥悲愿讲堂，地址新北市板桥区中山路2段581号，联络电话02-2963-7336，02-2963-7336。上午7点半于江子翠捷运站3号出口备有接驳车，法会备有消灾超荐牌位，欢迎填写。让生活慈悲，让心更自由，生命电视和你一起吃素念佛，放生电动之中。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。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三宝，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，达到无我的空性，达到慈悲利益众生，更要随时收看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就是护持三宝。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海涛法师弘法行程，7月23号星期二，明净月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00万倍。
上午8:30，金门花岗石医院举办八关斋戒，点灯要供暨大蒙山慈悲施食。联络电话082-354-192。7月25号星期四，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万亿倍，念观世音菩萨、地藏菩萨、持斋除罪90劫。上午9点，新店大明讲堂，全程出席莲师25弟子之一大圆满成就者，来自不丹尊贵的南开仁波切主法之莲师消灾祈福超度法会。联络电话02-2917-8855。7月26号星期五，观世音菩萨成道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万亿倍。明镜月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00万倍。上午8:30，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新逢观世音菩萨成道日，特举办八关斋戒、护生、点灯、药供暨慈悲施食法会。联络电话03-989-8686。7月27号星期六，明镜月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能1000万倍。上午8:30，板桥悲愿讲堂八关斋戒、护生、点灯、药供暨慈悲施食法会。联络电话02-2963-7336。7月28号星期日，地藏菩萨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00万亿倍。上午10:30，新竹普元佛道院护生、点灯、药供暨慈悲施食法会。联络电话02-2917-8855、03-524-0338。8月1号星期四，莲花生大士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000亿倍。上午8:30，基隆法源寺短期出家营队结业典礼，八关斋戒、护生、点灯、药供暨慈悲施食法会。联络电话02-2456-2057，02-2917-8855。8月3号星期六至8月7号星期三，香港澳门弘法行。8月3号星期六，明镜月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00万倍。上午9点，香港新界北角码头海上放生。下午2:30，香港新界北角成树渠大礼堂佛学讲座暨码头放生。8月4号星期日，明镜月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00万倍。念阿弥陀佛，持斋除罪90劫。下午5点，香港新界元朗优潭尾上竹围真善路点灯药供暨慈悲施食法会。敬邀十方大德踊跃前往参加。阿弥陀佛。生命点是基隆法源寺举办地藏法会圆满大蒙山施食法会，恭请海涛法师主法。日期8月21号星期三下午4点，地点基隆法源寺，地址基隆市七堵区东兴街65巷48号。联络电话02-2456-2057，02-2917-8855。法会备有消灾超荐牌位，欢迎填写。生命点是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八关斋戒暨护生，恭请海涛法师主法。日期8月23号星期五上午8:30，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。联络电话03-989-8686，03-989-8686。法会备有消灾超荐牌位，欢迎填写。
接下来请收看生命法语。在修行中，爱封闭自己，犯下六种错误或者是误会。错误的耐性或者是容忍，有一些修行者欠缺衫裤，受尽风寒，外貌可怜，但犹原坚持修行。因不定欠缺物质，但无需要咱。